冷冻的东西要这样，所以才会有冷冻刀的发生。你看这个东西，冷冻鱼就是这么一种。所以不要泡水，解冻再可以冰。你以前你就是右手拿菜刀，左手拿，你就是这样，不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你把硬气啊，够吸进去。你从12点推到12点半期间，没有歪掉。这一次，你全部过。没有，老板你听我讲，漏的话对，你听我讲，漏的话你不要。如果你是有普通的，你就要来。 Thank you.